他在一夜之间走上政治舞台，成为神秘国度的年轻继承人。他是西方媒体眼中的未知数，又是朝鲜人心中的天才少年。关于他的一切都是谜一样的传说。如今他的主权又将带领这个国家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世界，解读神秘的朝鲜领袖金正恩。作为金正日最小的儿子，金正恩的身份一直十分神秘，就连他姓名的翻译也有几个版本，过去长期被译作金正云或金正银。金正恩是80后，但具体生年不详。美国军方学者安德鲁斯科贝尔认为他生于1983年1月，但也有媒体称他是1982年或者1984年出生。不过他的生日没有争议，通常认定是1月8日。在金正恩年幼时，北韩面临大饥荒，许多孩童因变故成为流浪儿，因为他们在街头就像不停在摘花寻找食物以求温饱的燕子，也被俗称为花燕。但生长在金家大院的金正恩则是吃着高级食材长大，没过过一天资源贫乏的日子，一切都得益于金家对他的保护。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保护，也让金正恩成为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极其神秘的领导人。所以年幼时的金正恩另一次露面是在1992年，那一年在平壤一处别墅内，一个8岁男孩的特殊生日派对正在举行。在一众出席者中，一人格外引人注意，那人身着一身将军制服。这身制服不是派对服装，而是真正朝鲜人民军将军制服的缩小版。派对上年长许多的将军们见到这个8岁男孩都要向他鞠躬。这个男孩就是金正恩。在这场生日宴上，与会来宾清一色全是高层官员，看不到一个与他同年龄的孩子，同年几乎只有哥哥金正哲、妹妹金宇正作为玩伴。在根据对当时那场生日会的记事中，金正恩极受父亲喜爱，甚至以一首脚步声歌曲暗示全国民众他将是北韩第三代领导人。但就在更多人要臆测下去的时候，金正恩再度销声匿迹。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后来的金正恩到了瑞士深造。金正恩自1996年起赴瑞求学，先于伯恩国际学校就读，1998年至2000年秋天再转往伯恩州立的中学读书。当时在瑞典的同学恐怕很难想象他日后竟是北韩第三代领导人。当时远在瑞士的金正恩开朗外向，对金正恩来说，在瑞士读书最大的收获是篮球。他是 NBA 芝加哥公牛队乔丹的超级球迷。在瑞士求学期间，金正恩与同侪互动最多的活动即是相约打篮球，经常可见他穿着 NBA 的球衣，脚踩时下最流行的新款耐克球鞋，出现在自家后院与同学打球。甚至在成年之后，金正恩与前 NBA 球星罗德曼结为好友，也是拜这项爱好之赐。堂堂的一国之君，不见人不见鬼，却爱跟一个过气的篮球明星厮混在一起，这也是金正恩性格上偏向专制的表现。我爱跟谁玩跟谁玩，谁跟我玩我跟谁玩，谁瞧不起我我跟谁没完。但很快，对于金正恩，甚至是整个平壤最干冷苦涩的一天来了。2011年12月28日，漫天大雪中，一辆林肯大陆缓缓向前，铺满车顶的层层白菊之上是韩国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木棺。无数群众身着黑衣沿街而立，他们痛哭到无法自已，狠狠地捶着自己胸口。走在灵车旁的有这位已是独裁者的儿子继承人金正恩。整个葬礼过程中，他不止一次落泪。眼前的局面对刚27的他来说有些不堪重负。跟在金正恩身后的是他的姑父张承泽，外界一致认为张是朝鲜二号人物。车的另一侧是掌管军队的李英浩与人民武力部长金英春。这些老人当时是平壤的掌权者，至少很多人这样认为。但只有真正的掌权者才知道，这场举国悲痛之下，他们即将要经历的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腥风血雨。这一切都是因为朝鲜的体制决定。上个世纪50年代，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创造了一种共和主义世界里独一无二的现象，朝鲜一人世袭制。要知道，新领导人上任往往需要斗倒各方势力，包括其他潜在的接班者、掌权的老臣、有武力的军方。要在金氏王朝当上一个成功的独裁者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金日成做到了。在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金日成一直在培养长子金正日为接班人。无论金日成去到哪里，太子金正日都伴其左右。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52岁的金正日继位。得益于金日成的铺垫，他的接班过程堪称平顺。
相比金正日的准备充足，金正恩的接班就没有这么自然。同父异母的大哥金正男以及亲哥哥金正哲都曾被传出是可能是接班人人选，并在2011年金正日辞世时，金正恩才刚刚开始受训，成为朝鲜第三代领袖，并且当时有部分大权是掌握在姑父张承泽在内的军方手中。因此许多专家预言，以金正恩的年轻和幼嫩的政治手腕，可能撑不过一年就倒台或者被暗杀，这会是一人体制的结束。但他们的预测很快被推翻了。金正恩不但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酷与残暴，还在过去几年进行一连串的清洗与整肃。短短数月内，人民军总参谋长银浩与人民武力部长金英春双双被解职，直到今天人们仍不知晓李英浩身在何方，其他的大臣也相继遭处决、贬职或者去向不明。手段比起老爸金正日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成功让自己和政权存活了下来。曾有专家分析，金正日最终之所以选择了金正恩接班，不只是因为他是自己最疼爱的墨子，更因他认为只有金正恩继承了自己的残酷冷漠、性格强硬、杀伐决断，也曾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由他来带领北韩才能游走于中美俄等强国间而仍游刃有余。而这些都在后来金正恩的手段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2013年12月，掌有大权的军方代表及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被当众拖走，被控叛国后被处决，甚至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称金正恩在处决张承泽时动用了高射炮。2012至2016年间，金正恩发动了金日成时代后朝鲜最大规模的一次肃清行动。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统计显示，在此期间有140名军队高官与政府官员被处决，另有200人被革职或监禁。外传连大哥金正男2017年在马来西亚被暗杀身亡，也与金正恩有关。金正恩清除了所有挡在他路上的人，并以更年轻、对他更忠心的人取而代之。这批人由金正恩胞妹金宇成带领。到今天，已经没有人对谁是平壤当权者有任何异议。金正恩毫无疑问是那里的最高领导人。根据南韩专家表示，当初很难想象年少的金正恩与接位后的金正恩是同一个人。外界猜测金正恩在接棒前动用了某种整形手术，增胖似乎成了延续北韩政权神话的必要手段，包括脸型、体型、发型、眼镜与服装的选择，全是一套精致复刻时代神话的包装。对金正恩来说，成为巩固新政权的第一步。但始料未及的是，金正恩后来疑似因压力大暴饮暴食，让他的体重酿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当然这一切仅仅是猜测，但是相同的外貌确实是金正恩刻意而为之。先来看他的发型，这不是一个年仅33岁的人应该留的发型，单从审美来看实在无法让人恭维。可金正恩完全不在乎，在他的审美观中留什么发型不重要，他只想模仿祖父金日成，一切从头开始，开始在国人心中炮制一个不怒自威的伟人形象。确实作为金氏王朝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无疑是个独裁者，可他做了祖父和父亲都没有做到的事，不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甚至和美国总统川普数度相见，快闪板门饭店，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头条新闻，同时也为北韩的社会经济注入一定的现代化元素，比起他的父祖辈在位时都还要多，似乎也是个乐于学习并与西方国家交流的人。然而在其他国家领导人眼中，金正恩这个频繁进行核武飞弹测试、看似疯狂无法捉摸的独裁者，其实有着超强的意志力、精于算计、富有野心，能反复用谈判、威胁、再谈判等多重手段，既降低美国攻击的几率，又说服全球放宽制裁，甚至让南韩提供援助。欧美等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会经历更替，但只有他会一直站在权力的高端，有生之年恐怕都是全世界必须谨慎以对的头痛人物。现如今对金正恩的评价几乎是一边倒的恶评，说朝鲜政权在名称上是很好听的，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然而如果我们不顾着招牌上的羊头，而认真看看他摊上的狗肉的话，就不难发现这个国家既没有民主也没有共和，甚至连主义也给抛了个一干二净，实质上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暴力集团。金家父子已经成为了高高在上的神，人民必须虔诚地顶礼膜拜，否则将受到神的惩罚，并且这个政权的维系就是靠着暴力统治与恐怖威胁。
金氏父子轮流执政的朝鲜政权不仅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残酷的独裁政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力集团。在社会契约全归人民的今天，这个政权能存在三世的确是个奇迹。然而这是个让人类社会蒙羞的奇迹，但也有人认为，在普京、特朗普这些所谓大人物，他们28岁的时候如果拿到金正恩的烂牌，他们的分头都已经长草了。在一个地缘如此重要、国力如此薄弱、民众如此贫乏的四战之地，朝鲜历来受到轻视、瓜分和掠夺。俄国、日本与美国这些巨无霸，像头顶黑沉沉的乌云、海中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仅仅拿出一个省、一个州、一个道，就能轻而易举撕碎它。这些大国没有一个不对它抱有欲望，没有一个真正尊重它并且提供真诚的保护。大国把它当作一枚廉价的棋子，牺牲它的一切实现更为广阔的国家利益。数千年来，没有一个朝鲜人帮助自己的同胞改变过这种命运。为了民族独立自主、国家繁荣富强，这个朝日先命之国走上一条艰苦而血腥的道路，一条几乎完全没有希望的、比地狱还黑暗的道路。但他们从未放弃。同样作为三代统治者的金正恩，一手统治2500万人口，掌握12万平方公里土地，游刃于列强之间，险象环生又稳若泰山，把朝鲜带出泥潭，免除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天下普遍看好的萨达姆、卡扎菲生死国灭，化作烟尘。但金正恩拥有了核武器，免除了萨达姆、卡扎菲任人鱼肉的命运。这个神秘孤独的年轻人走到今天，靠的是天赋、胆略和决断。在截然不同的评价之下，究竟怎么样的金正恩才是一个好的金正恩，还是交给各位观众去评定了。